这是两节排骨哈，有一点大。这个是土猪的排骨，先把龙骨给它斩下来，然后把它全部斩成小块。斩好的骨头冷水下锅焯水，丢上一点姜葱、料酒，焯开后用瓢锅打去浮沫，再煮3分钟后捞出来避孕。另起锅放少许油，下两块冰糖炒一个糖色。炒糖色没有冰糖的也可以用白糖。当我们看到这个冰糖渐渐的从冒小泡变为鼓大泡的时候，加入水，这样子炒出来的颜色才红亮哈，适合用于烧菜。如果提前加水的话，颜色不够好看。准备点桂皮、八卦、大料、白芷、香叶、干海椒、葱，配上点老姜。另起锅加入95号菜籽油，由温度成热下入焯好水的骨头。做排骨一定要把它煸炒一下，吃起来才会香并且不油腻。排骨煸至金黄过后，下入准备好的香料一起炒一下，加入炒好的糖色，再来上一点老抽，快速翻炒均匀，烹入料酒，用大火给它煸炒，让料酒蒸发把排骨的腥味带走，然后加入生命的颜色，调味一点盐巴，烧开过后转最小火，盖上盖子，先给它烧够45分钟的时间。这个呢，我们这里喊高笋或者是鹅笋，用普通话喊啥子我也不晓得，你们跟我说一下嘛。把它切成滚刀，这个很嫩哈，你看里面都是逊北的。买四个萝卜，切吧切吧剁了，放点花椒、八卦、大料、煮汤把它喝了。切好的高笋里面加入清水给它泡起来，骨头已经烧来差不多了哈，我把里面的香料捏来丢了。然后下入这个切好的高笋，调味一点耗子油，少许的酱油，用中火给它烧过10分钟的时间，把这个高笋烧熟，把汤汁收来浓稠。高笋已经烧来差不多了哈，我们还放了一点青红椒块进去，给它快速翻炒均匀，调味少许的谷氨酸钠，和匀后出锅装盘即可。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哈，看到这个颜色就流清口水了哈。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香菜，美味继承。非常美味的高笋烧排骨就做好了，没有放豆瓣儿，我还是做的来菜哈。这样烧出来特别的鲜美下饭，喜欢的点赞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解散。两个菜哈，一个排骨，一个花菜，干锅嘞。这个高笋吃起来的话就是非常清甜，还有一个就是嫩的感觉。排骨也基本上全部都已经炖趴了哈，一啃就掉了。老板还没来，我叫他一下。吃饭了，等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挨掏哦。我都吃完了哈，老板一个人还在吃。他老是吃花菜，竟然不吃我做的排骨，太不给面子了。